我遇到对手了，我现在怀疑顾佳欣喜欢姐姐型的女的。生气了？没有，甜不死你。我可能太棒了。啊！准备要输了吗？不会输的。漂亮，再正式开始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治不了你？你想怎么治我？有的是办法的。 让渣男后悔的方式，就是让他再次为你离线。怎么没声音了？哎呀！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。他在哪儿？味道怎么样？好吃哎！啊！你不会要哭了吧？开启互相伤害模式。哎，你慢点！你别跟我来这套啊！哎，干嘛？ 吃醋了？我的醋都快成陈酿了，喝吧。不用上班，太爽了。